咁有乜嘢要帮手啊？咁样，但你话请埋身葬父啊嘛？你没有钱，你过来跟我说，你把钱拿出来呀、啊！你要多少钱啊？30万啊！30万？对啊。你喜欢哪里人啊？我要30万。啊、我妈说她要30万，为什么你非要过来问我啊？我妈说她要30万的，不是我啊。